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Jack。Hola， 好，这张的皮肤呢是绿纹大兔。这个皮肤呢之前没有玩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没有抽到啊。这个皮肤是怎么抽到呢？就是在某天月黑风高的夜晚，不是啦，就是平常玩推理之境嘛，然后走完之后呢，就会有一些骰子，或者是有一些，好像也不是这是之前的，所以应该是我用这个地图呢，对，我们用这个线索去买的。然后就线索呢，就是因为很多，所以想说消耗一些好了，来抽一些之前没有抽过的。于是呢，就抽到绿纹大兔了，对，单抽抽到的。那没有把它录下来，因为我觉得因为太随性了，想说反正不可能抽什么好东西，诶，真的抽到什么好东西了。所以有时候心态很重要，就是觉得说反正没有什么嘛，然后呢就那种心态去抽，肯定就会抽中，也不是肯定的，就是大概会抽到比较好的东西，心态很重要。但没抽到你也无所谓，因为你那时候心态就是随便抽，反正心想又不会抽到什么好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也不吃亏。对，好，那现在这边有两个人在破译，是不是？囚徒打到又被电了，我要被电了，我要被电了。好，第一次被电呢，总是非常的痛，因为呢时间非常的久。那被电第三次就没有感觉了。好，好，这个是幻影幻象。我来看一下哦，翻过去那边太早翻了，我觉得不应该那么早翻，而且好歹也蹲下来翻会好一点。对，这个囚徒呢肯定是没有经验，对对，翻窗没有经验，没关系，多被打几次就有经验了，好不好？而且这个不是囚徒啊，囚徒有经验。好，我误会了，是牛仔，牛仔，好，两下了，哦，一次中两下有点亏哦。接着要来的第三下的话，应该蛮容易的一件事情，因为现在已经解锁了我们的这个。存在感可以隐身了，隐身就会加速，加速的话呢，各位看到吗？绿纹大兔这个颜色是绿色的，隐身是绿色的，有点漂亮，是不是？好，又被打到了。OK， 可以了，抓起来，先抓牛仔。好，那让囚徒跑掉了，有点不甘心，不过抓到牛仔也不错啦。对，因为牛仔毕竟还蛮烦人的。好，蜘蛛说干得不错，那搭档就是蜘蛛的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边附近有没有人要来救人，应该是没有，所以呢，东西好像也没什么好买的。那想说买一下洗脚水，但是算了，我最近对洗脚水呢的好感度呢，不是好感度，就是对于它的使用频率呢，有很明显的下降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从它没有伤害之后，我之前丢那么准，丢那么神，然后就因为伤害被改掉了，所以我现在呢对洗脚水整个就是。还好了，我宁可花时间多存一点钱，然后呢买一下永久 buff 的道具，是不是？这样还比较划算一点，比较实用一点。好 ，OK， 那现在我们的牛仔快倒数结束了，但是祭司在这里，算了，被救掉，我现在来追祭司好了。牛仔被救掉了吗？牛仔，牛仔人缘不好，到现在没被救掉。好，但是祭司非常刁钻，我看他往哪边跑，边做传送门吗？啊，没有，从那边绕。我去哦，做门，等一下啊！哟，还好反应够快，没有把传送门打掉。好，牛仔被救了，被先知救了，所以还是有人员的嘛。好，我来绕一下哦，祭司在这边，在这里。好，我的误认呢还没有解锁完，我的误认差一点，还是 CD 了，不是解锁。OK， 等一下哦，再等我一下哦，不要急哦，我来了，来，中了吧？好 ，OK， 可以了。抓起来喽！接着呢，就是放椅子的快乐时间，有4200了。等一下来买一下永久 buff 的道具。好，附近有耳鸣，要小心一点。好，不用小心，附近的耳鸣是因为在治疗哦。冤家路窄，牛仔怎么会在那里啊？好，没关系，先假装没事。好，他们的戒心还没有收起来，我们现在先靠近一点，可能就要来喽。哦，发现了吗？发现了，跑掉，牛仔先跑掉。误认没打到，居然又不用护走，没关系，应该还是追得到。哦，给鸟了，先知直接给鸟，还不错。不止救了牛仔，还给他一只鸟，真是重情重义啊！打掉吗？好，都先打掉好了，然后再来继续追喽。等我，不过祭司要不要回房？算了，不回房了。哇，现在牛仔飞，牛仔毕竟是第一次抓的，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情感。就是第一次被抓的特殊情感。好，误认没有中，误认居然没有中。我看一下我板。好，祭司顺理成章的被救掉了。我现在没有空理祭司，我现在就针对牛仔了，好不好？
来了，牛仔，我现在买了道具，所以你要干嘛？哎，还是没回到，有点傻眼，还被压板。愤怒值、仇恨值上升，直线的飙升。天啊，气死我了！我觉得这杰克走路是一波一波的、啊，是因为他的大触，他的左手太过于庞大，然后以至于重心不稳，然后走路必须要一波一波的吗？好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就算一波一波的移动速度还是很快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牛仔一直勾那个，不错不错，他一直勾板，然后用这种鞭子来回的移动，以为自己是蜘蛛人是不是？勾来勾去，荡来荡去的。好，先放上去第二次。好，我就守你了，等你先飞再说。对，一定要等牛仔先飞，因为是第一次抓的，有特殊的情感，就讲过了。好，那现在有耳鸣哦，哎，又不见了。好。我那个只要被囚徒电到之后，好像那个符号会一直存在，直到累积第二次、第三次嘛，然后就无敌了。对，所以是永久叠加的嘛，就是被电的 buff 算 buff 吗？被电的道具，对，应该是说 buff 吧，就是因为是一直被电之后呢，会比较不痛，然后到最后就完全不痛，所以算是 buff 吧，勉强算是 buff， 负面的正面 buff 啊，这样讲是有点乱乱的、怪怪的。好，牛仔飞掉之后，我们再来找其他人。这边有好像有这个讯号，但是我想要来这边看一下。哦，你看这边那么多人，刚有囚徒一个，然后一个祭司，是不是？肯定是要来追下祭司的、啊。祭司想往那边跑，是不是？来喽，祭司，我来喽，祭司。哎、欸，好，打到一下。这祭司有红字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一开始抓那个祭司、欸。哎，就是反正他也上过椅子了，所以。优先让他飞是正确的选择。囚徒的话好像没有上过椅子，对，是白字的，没上过椅子，所以当然是先抓上过椅子的咯。好，我们的祭司持续在逃跑当中，不过这个距离等一下误认，准备锁定一下、哦、好，进去了，擦个眼睛哦，去哪里？这里无所遁形啊，擦眼睛真的是非常好用，不只可以预判敌人的位置，还可以提早用误认打，对。好，那这个不是误认啊，这是近距离打了。好，祭司抓起来第二次了，目前飞掉了两个人，破译机破译掉五台，剩两台。我觉得破译机要小心一点了，因为不能打得太忘我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还是玩法还是必须要守一下电机。OK， 祭司第二次准备倒数，然后这个距离呢，我觉得是比较尴尬的位置，边边角角的地方，通常都比较少人会来救啦。哎，来了囚徒是不是？囚徒要来吗？喂、啊，被电到一下，好，再补一下喽。祭司飞掉，哦，第三下尴尬，蜘蛛来了，但是蜘蛛没打到，好，那就我来补了。OK， 蜘蛛就是来了一下，然后没打到，没吐到之后又回去了，对，又尴尬的回去了。不过没关系啦，对，有来帮忙就好了。好，我现在飞掉三个人了，再加上囚徒的话呢，就平局了。不过破译机呢，现在剩下一台了，所以要小心一点。哦，看到了。马上去支援，这时候不能让他破译掉啊，破译掉就麻烦了、啊。这时候不是守人的时候啊，是守机的时候啊。好，等一下，盲女在这里。哎呦，盲女很厉害哟。好，盲女带了香水，会喷香水的盲女的确是蛮麻烦、蛮棘手的，但是也不能深追太久，因为哎没打到，因为好没打到，好没打到。你能回溯吗？回溯，好，回溯的好，再来，喂，好，打到了一下，哎、欸，才一下而已吗？好，有人破译了，可恶，现在要深追盲女吗？可是我现在想回去守机子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就是陷入两难，应该要先，盲女这么久，居然能让她活这么久，我一直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啦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荡过去了。看能不能快点给他最后一集，这个时间不等人。哦，你自己走来这里还不错啦。好，我现在先干扰一下好了。好，中，再打。OK， 这台快破译完了。哦，还破译，再来。看是你破译快，是我打人快。好，总算把他们驱离了。那现在，哦，先知在这里。喂，好中了，太棒了。那现在看一下这一区目前。目前哦，祭司要过来开枪，哎，还好我反应速度够快啊！破译掉吗？
破坏掉吗？似乎来不及。对，你完蛋了，你完蛋了，戒指要倒喽。好，翻吧，耶、yeah! 欸，没打到哎、欸，耶、yeah! ，好打到了。OK， 现在剩下盲女还活着，盲女不会输的，快要小心一点。不过她现在已经，剩下最后，哎、欸，先知自救还是被救掉？也许会被盲女救，对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好，我先把他拉过来这里，拉过来破坏机这里，因为我就要守这一台机子，不守不行啊。好，先放着喽。OK， 还好没有自救。好，看一下哦，蜘蛛也在绕，然后有耳鸣，在那边，盲女在那边。不过先等一下吧，还是先等技师飞掉再说。对，盲女这边也不敢过来，因为这边有两个人。其实也不是在守啦，我在守机子，我不在守人。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只是刚好你知道的，就在附近而已嘛。就顺便守，一举两得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那个飞了，技师飞了，现在追谁？在哪里啊？盲女是不是？好，是盲女，我来喽，我来了，我来喽。哎、欸，中了。好，最后剩先知了，先知应该不会把坠台破译掉吧？似乎有在破译吗？破译机都没震动，在附近有耳鸣。算了，抓起来了。我觉得这样下去挺无聊的，我还是把它先放在椅子吧。如果先知能够跑掉的话呢，就让它跑掉了。我最近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觉得这心态就是变得非常的。算佛系吗？不算，算半佛系吧。因为觉得说，反正最后还要等人，然后一定要全杀，要八个全部飞掉，不觉得这过程很残忍吗？然后硬要找最后一个，我、哦、这个就是屠杀嘛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玩偶，我就没回到。所以我觉得先知如果真的跑掉的话，就让他跑吧，真的。好，看一下哦，先知，我们一样会去巡逻啦，就是还是会去看，但是就是真的没找到人的话，就算了。玩个游戏嘛，给自己压力太大，其实我觉得也是不健康的。好，继续走走走走，我来绕看看先知在。哦，这边附近有耳鸣哦。先知躲在这一区吗？有可能哦，但是没看到。跑去哪了？真的很会躲哎、欸，耳鸣又不见了。好吧，先知应该。会找地窖吧，盲女毕竟已经飞了。对，先知地窖，赶快走哦，走了。OK， 结束啦。那蜘蛛呢？其实手电机的意识好像还不是很够，对，所以呢，还好，我现在回访了一下啦。那好啦，那各位如果发现电机上最后一台的话呢，不要只顾着追人，有时候挺危险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以上就是完杰克影片了。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想持续追踪频道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我下方小铃铛，对 A 君也别忘了追踪我，我收啦，下期见，拜。